这一次的影片是不太一样啊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。反正创作就是多元的，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次的影片都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。然后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、小铃铛功能。我们下周六见。我们现在就是等待摩西分红。分海啦，分红嘞，bonus 哦。摩西分海就是这样。啊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就开了。有吗？有开吗？这个就是还没有涨的状态，对，要涨了，要涨了，来了来了，有没有？哇，可爱。